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点加上视频，这里是变异实录啊。我们这一次来打一个非主流地图，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风洞训练室啊。哎，运气不错，刚进来呢就遇到一个倒霉蛋，让我给挠了，我就果断变回了英雄啊。我现在可以变，我可以变英雄了，但是呢，我想一会儿再变啊。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装备剁手吗？什么？我操，你不说啊？对，该变的时候就得变是吧？啊，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变，哎，赶紧变啊，赶紧变，差点出事了。好，一道非常炫酷的这个刀痕划过去，然后直接把它给劈成了两半啊！你看，这些都在用榴弹，这个图用榴弹是无敌的啊！就在中间的这个大火炉旁边呢啊，大火炉中间呢来回跳啊，他们根本治不了你啊！但是我觉得这个地图玩榴弹太骚了啊！我不是这种这个没素质的人是吧？你这还让小僵尸们怎么玩？你一旦选上榴弹枪以后，你在这个地方跳，他们根本挠不到你是吧？哎，根本挠不到你。那我觉得那样的话太没有意思了，那样的话这小僵尸是吧都快哭了。我觉得我还是玩会儿剑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房间已经是快结束了啊，现在是第十回合，打完这一局看看这个房间，如果再开的话呢，再在这房间来一局，不开的话我们去换一个地图啊，因为现在都在打这个生化沙漠啊，死亡沙漠，现在我都吐了啊，玩吐了，你想换个地图玩一玩。哎呀，怎奈何现在都在玩沙漠是吧？哎，打爆破也打沙漠，打生化也打沙漠，能不能换点啊？能不能换一个口味？好，这里呼吁大家，这个平时玩游戏的时候，你可以尝试一下别的地图嘛啊。I'm coming， 哎，他想刀我，看没有？他想刀我，哎，二连抓，好。你被刀了不正常、没可能。好，这个双持黄金，这个双持这个乌兹啊，还是非常好用的，是吧？哎，好，被盯上了啊。被盯上了啊！被一群人盯上了啊！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器在手啊，神器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好啊，还有成功来到了队友的这个地方，来，队友开枪，神助攻！我去，六六啊，神助攻啊！那么这个我也是没想到能砍死的啊，我只是赌了一下。所以说人生呢，有的时候你就要勇敢一点啊，勇于尝试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？哎，这个人头被抢了啊！这个我差点就给这个什么了。好，这个图其实不是很好打，因为太开阔了嘛。那如果在那个啊，如果在地底下乱跑的话，很容易就被偷袭了。所以说我这个地图你还是躲起来比较好啊。小心左边来的人，上面发现一个落单的，那我们搞他去啊，我们搞他去。来，我们先搞这个啊。哎，闪红了。哎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哎呀，不像话啊，很不像话。给我过来，哟。一波为平，一波又起啊！你别跑，我啊！你看这些人不像话，没子弹了，我刚刚发现我没子弹了啊！换下子弹，身边队友也是太给力了，所以说我搞得我都好。母体来了，哎，成功吸引了母体的注意，来，队友快掩护队友，哎，队友快掩护我，漂亮啊！你看这母体一看人多就怕了，哎，又来了一个啊！来，队友来，再次配合。哎，没砍死啊，不像话啊，这个没砍死不科学。你看这队友作死去了，看作死去了，他这就要死。我去捡个弹夹去吧，啊，我枪没子弹了，走，我想捡个子弹啊，捡个弹夹，虽然可能会出事，果然出事了，我去，哎，他什么意思？他没看到我吗？醉了啊，醉了，好，来，哎，他害怕了，他有点害羞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的这个攻击力是170%啊，所以说这个还是威力还是比较大的。来，别跑，现在知道跑了是吧？哎呀，我完了啊，装逼失败啊，这个没想到他的血这么多，我一铲子砍过去，竟然没把他砍死啊！啊，他来刀我了，哎，你还想刀我？看没有，一个空中接力就把他给他挠了啊，不错。好，可以变英雄了，赶紧这个躲起来吧。好不容易变英雄了，别再出事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等待，静静变英雄，然后果断换榴弹英雄，哎，无敌了啊，无敌了！基本可以这么讲，我一滴血都不会掉啊，基本可以这么讲，因为这个图真的是所有带喷泉的图啊，都适合用榴弹，包括那个双塔惊魂，还有我看还有别的吗？啊，差不多就是这两个图啊，这两个图有这种带这种旋转的东西啊，都是非常适合当这个榴弹英雄的。看没有？看我在玩加速跳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没有？不是加速跳啊，旋转加速跳。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这个转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啊。当大到这个程度，可能飞得特别特别远啊。好，可能飞出这个地图啊，好像不大可能啊。
好啊，那么事实果然证明我们一滴血没有掉啊。然后现在是场上是一群英雄追着这个穆奇坎。哎呀，这穆奇好可怜呀，啊，好可怜。OK， 搞掉了啊。好了，不错，现在是第十一回合了。这次我们换个地方躲。哎，俗话讲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不是啊，我是想表达这个不能躲在同一个地方啊。狡兔三窟啊，我刚才用错这个什么了啊？我们到这边来。哎呦，失误。好了。别，这个地图最好别在大马路上逛游啊，因为太乱了，不知道哪里就冒出来一个。哎，这边有僵尸，我们别过去了啊。以后咱们，哎，我去，中奖了！哎，等等，别急啊，我还非得收了你不行。那么我们以后统一改一下我们的这个对这些僵尸们的爱称啊，爱称。走，哎，没看到。第一个呢，咱们的小疾风起啊，以后的小疾风起呢，哎，我们不叫它废柴，因为废柴有别人叫了，没法展现春哥的特色，是吧？我们统一叫这种叫什么呢？叫非洲难民，看没有？非洲难民是吧？因为是吧比较瘦，然后是吧感觉营养不良是吧？这就以后这就叫非洲难民啊。然后那种那个咆哮体和那个叫什么缠绕体，我们叫什么呢？啊，叫触手菌，我觉得太 low 了啊，太 low 了。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长臂猿啊，长臂猿啊。可是他不是，有人说那不是猿啊，不是猿我就叫他猿怎么地啊？哎，干啥呢？干嘛想不开啊？他挠墙玩是吧？好，哎，这已经是第几个了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最近我这个生化技术是越来越顺手了，我现在打生化打得越来越顺手了。完了，我现在已经渐渐从一个爆破玩家，这个是吧，爆破玩家渐渐的转型到了生化玩家了，有没有？来，不要怂啊，不要怂，哇，爽啊！这边的分数瞬间来到430分，我的天哪啊！可以看到我这个，哎，我大家不知道是怎么看待我这种转型，因为我现在这个爆破视频拍的少了，生化拍的多了，然后现在这个生化技术大幅上升，但是这个爆破技术有所下降，啊，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是很正常的，是吧？哎，这肯定是一种均衡的过程，啊，很正常均衡的过程。不过很多粉丝还是表示这个希望多拍点爆破啊，多拍点爆破，因为生化作为一个娱乐性的游戏，是吧？哎，生化作为娱乐性游戏，打一打，打得再溜，我觉得是拿不出场面的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什么时候搞个王者争霸赛，人家比过刀僵尸啊，是吧？这种是拿不出场面的，只能说是娱乐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练好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，还是练好枪法是比较重要的，是吧？啊，我这个装逼装怎么样？哎，你小伙子干啥呢？我的天哪，这些人是。这一局我要这个什么了，要逆天了这一局啊。好，我们别作死了，那边啊，这个图其实啊，又来一个啊，我觉得你要死了，我不吹不黑啊，不吹不黑。哎，没砍死啊，砍到他没砍死，好吧。好，这个还是太草率了，应该还是先控一控血。话说这一个赛季的联赛我貌似打不上去了。哎，谁打我？现在王者的最高分多少千分了，然后最低分也得这个啊，这边要刀我了，这家伙来刀我了，不像话，连我你都敢刀，不像话，你就应该被刀。这个联赛我除了联赛上分实录，好像就是也没怎么打过联赛，因为平时也没有时间打啊。我有时间我就过来这个做生化的视频了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。如果这个大家是比较喜欢看生化的，反正我现在生化技术也是在逐步上升，我就多拍一点生化。但是很多老玩家还是比较喜欢看爆破啊，当然爆破我也是固定每周至少一更的，不过有一个事实，大家一定都知道，就是我的生化技术越来越好了，哈哈哈！这个逼装的给满分，啊！我现在刀僵尸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玩生化的时候啊，想当年我第一次玩生化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刀僵尸啊，我都不知道拿刀刀了僵尸无法复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因为我没怎么玩过生化，哎，我一开始玩这个游戏，我都是在玩团战和爆破的啊，然后这个渐渐的才开始。啊！大家要求我去研究研究生化，我这才开始研究生化。所以说，这个东西技术这个东西啊，真的就是你这个真的是就是熟能生巧。为什么爆破打得好？因为爆破打得多呀！我玩了这么久生化狙击，基本80%的时间都是在打爆破，那爆破技术当然好了。你像这个生是吧？现在把时间放在生化上了，这生化技术不提高，那也不正常。哎，怎么半路杀出来一个？哎，怎么上来还有？回来，别包围了啊！我天哪！哎，场面失控了。这个时候不要考虑刀僵尸了，先考虑。躲过一劫，哎，幺幺幺，这边一个闪红的啊，不过我们还是别打他的主意了啊，感觉要出事了，啊，这个人有点多啊，赶紧转移一下阵地啊，转移一下阵地，到这边来，好，他跟过来了，好，他要被我刀了，我只要在这个拐角处等着他，哎，来出来吧，骚年，出来吧，哎，你怎么不出来啊？哎，他以为我会过去找他，
傻子才会过去找他，是吧？哎，好，我要过去找他，开个玩笑啊，我们就在这等着他。哎，你敢来吗？哎，你不来是吧？不来我请你吃黄金高爆。哎，怎么来了？那挺溜啊，你感觉？哎，我天，哇，好机智！这母体在我脚底下等着，我竟然浑然不知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守株待兔啊！啊，我竟然不知道他在底下等着，一跳下去就被搞了。好，果然是机智如我。好，那么，哎，我竟然好像快超第一名了，跟第一名只差60分的差距了。啊，万万没想到，我加进来玩了三个回合，竟然就这就快 ACE 了，看没有？哎，他跳不过去啊！哎，果然没跳过去。这个时候，从天而降，给他一个措手不及，漂亮，然后赶紧变回来。我简直太机智了啊！哇，天哪，这个复活在这个地方也是太蛋疼了。哇，天，完了，这太多了！赶紧转移一下阵地啊！再转移，去死吧你！好了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赶紧再转移阵地啊！好，那家伙没看到我，哎呀，母体盯上了。好，哎，不去管那个啊，先不去管前面那个。看没有？哎，他都没有意识到我从这边过来了。好，我们先来单挑母体啊！注意是单挑母体啊！哇，他开盾了啊！开盾了不好办了。哎，又被守株待兔了！我操！哈！哎，我竟然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了两次。哎，俗话讲对吧？对吧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。我竟然在同一个地方用这个同一种死法死了两次啊！我真是醉了，又被人给这个哎给埋伏了。好吧，现在还有两个人，我看看还能躲在哪里。其实这个图真的是不是很好打，尤其是如果你在这个大马路上在这个乱逛的话，说不定从天上就冒出一个人来把你挠了。这个图要是想玩好，还是学会这个利用这边的这个地形啊，尽量是你去从天而降刀别人，而不是被别人从天而降搞你，是吧？哎，好，这边发现一个，他没戏了，这么人追着他弄。好了啊，好，这样我们就来到最后一合。那么这一局结束的话，我们不妨再去开一局，因为这一局的时间还是有点短的啊。好，跟第一名只差20分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三回合抢 ACE 有没有啊？三回合抢主宰啊，啊，三回合抢主宰，四回合。好，我们先躲这里吧，不错，没有变。哎呦，哎，他被队友挡住了，啊，他害羞的走了，哎，送你个黄金高爆啊，咣，哎。炸出了分，这意味着他在拐角处等着我啊！我过去看一下，哎，算了，还是算了啊！看有没有埋伏啊？没有埋伏，赶紧下去啊！我最怕有埋伏。好，嘿 ，hello， 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我们还没给他起名啊，先刀一个再说呗。哎呀，先刀一个再说啊，这样也不亏。好，我们刚才分别给这个非洲难民起了名，然后又给了这个长臂猿起了名，还有那个什么没有起，还有这个没有起，这个我们以后叫做肌肉男怎么样啊？肌肉男，好，哎呦，他朝我吐了口痰，但是没吐到我，哎，随地吐痰罚款5毛，哦，他追过来了，我天，哇，倒霉，我天，哇，西吧，哇，啊，这个图就是这样啊，没办法，你一旦跳下来了，你的命就不是你说了算了，真的是很难办的。这个蛮大，哟呵，他什么意思？他想来刀人吗？好，我已经是主宰了，哎，怒抢主宰，四回合怒抢主宰，主要是开头那刀了那三四个还是几个是吧？这个分一下太加的太多了。好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。阿群，大家看吧，全他妈强行给我传出来个大螺丝，我去，这边直接人都傻了。好，傻。好，又来了一个啊，来了个肌肉男啊，不，这是那个长臂猿。哎呦，他又朝我吐痰，啊，随地吐痰，这个。不讲文明啊，没素质啊！底下还有没有人过来？我看谁敢过来！哎，我就守在这个台阶这里，我看谁敢过来！你看，没有人敢过来的。哎，母体来了，快跑！送他一个雷。母体比较难对付啊，我们可以先把母体搞掉，然后再考虑那个。好，这里没有人，我们到这边来守这个点。好，来了一个，来两个，我去，哇，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啊！来，啊，还敢开盾？哎，怎么后面还有一个？啊，又被埋伏了，好吧，醉了，来换个图再来一局吧。啊，好，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甜心乐园啊，这个房间刚进来也是快结束了，已经第9回合了。那，打到13回合的话，差不多这两场加起来也是一期时间也是蛮够的。咱们的视频尽量还是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。哎呀，人并不是很好，竟然变了，没事啊。好，人类的末日到了啊，我宣布人类的末日到了，来吧。那我让我当母体，那不是闹着玩，我跟你讲，那你们哎，
你看你这跟你讲，他们都不知道这边可以上来，好，直接一个三连抓啊，他们直接治不了了啊，我们在这等着，哎呀，他被搞掉了，好，这边这个饼干可以上去，也是粉丝告诉我的，大家有什么这种打变异的小技巧，都可以这个在视频下方留下言，那如果这个啊有用的话，我也会再通过视频呢再教给更多的这个粉丝啊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。你包括这个饼干，你要不跟我说，我还真想不到能上去，是吧？谁能想到啊？这个饼干它又不像个梯子，是吧？它也不像，哎，发现一个，在这很猖狂啊，很能嘚瑟嘛。这个叫什么啊？小技巧都可以跟我说，包括变异地图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啊，都可以跟我说。然后呢，我也是在这里，哎，好啊，好，哎呀，怎么抢我人头呢？来，这里还有两个，先去搞这边这个吧。啊，这边这一个自己人守在这，自己一个人守在这里，感觉挺溜呀，啊，挺有勇气啊。这边一个跳过来，哎，他万万没想到我可以从这边跳过来，哎，所以说不要走寻常路，哎，啊，我以为他是在这个地方的，他复活在这里面啊，行了，他出不去了，因为他，我跳，哎呦，好机智，还跳，他以为我找不到他。啊，你难道不知道母体有一个技能叫做这个，就是这种能知道每个人的位置吗？他是怎么想的？这就叫侥幸心理啊，这就叫掩耳盗铃 ，too young too simple naive。好了，哦，不要再让我变了，不要再让我变了，不要再让我变了。好，那这个地方，对，这个地方要出事了，我觉得。好了，来了个肌肉男啊，肌肉男我们是不怕他的，哎，长臂猿啊，长臂猿。长臂猴，长臂猿不好听啊！呀呀，小难民啊啊，小难民啊！我这感觉这个叫法好奇葩呀，是吧？哎，来差不多了啊！哎哎呀，砍两刀没砍死，哎，看来这个孤早了，最近感觉这个自信心膨胀，有的时候太高估了，还是控血，还是先控一下血。哎，又是这家伙啊！哎，还是控红了再打比较稳一些啊。刚才那个有点鲁莽了，两个青刀都没砍啊，两个青刀砍下去，他竟然都没有红啊，只能说明太鲁莽了。他非常机智的换了一下角色啊，后面又来了一个，哎呀，这两个肌肉男我还真治不了。来，逐一解决，哎呀 ，shit， 竟然没有砍出去就被抓掉了，表示很不爽。来，我的感觉告诉我这里有人，哎呦，果然有人。这边有人，哇，还不少，好，都被挠了。来，我们转移一下啊。现在是瞪大眼睛，随时有可能有人从这里出现。哇，这个地方能够到他吗？哦，原来是从这边跳过去的。哎，怎么前面刚死一个，后面屁股又跟过来一个？哦，勇气可嘉。好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勒个乖乖。倒霉。哎呦，我去，你没。哇，哎，我操，我这小心脏受不了，我天，哎呀，我勒个天哪，这人品，醉了，这个，哎，等，哎呀，好吧，啊，这是那个，对我们这个女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魅影我们还没给她起名字啊，我们叫她什么呢？叫女鬼吧，啊，就叫女鬼，哎，叫贞子啊，被砍死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四大变异角色都已经起好名了啊啊，还包括那个母体啊，母体我们以后叫大哥啊，大哥，好，这个是大姐啊，大哥变成了大姐啊，大哥变身了，变成了大姐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长臂猿啊，这是我们的非洲小难民，哎，非洲小难民，好，我这个叫法我要申请专利啊，我要申请专利。怎么样？这说明脑洞够大呀！哎，大家也可以来这个来给这些起外号啊！哎，我记得小时候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，是吧？起外号啊，给语文老师起外号，给数学老师起外号，是吧？给英语老师起外号。但是其实这种起外号这个东西，其实是吧？你闹着玩可以，你这跟老师起外号，其实是不大尊敬老师啊。那咱们打游戏这种就无所谓了。好，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来起一下外号啊！我觉得这个疾风体，你老是叫他疾风体，叫他废柴，我觉得太枯燥了，太无聊了。来。小难民，啊，小难民，哎呀，小难民看到我了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来，转角遇到爱啊，这个是非常顺手的，
啊，这个背景音乐好有喜感啊！我发现，来，我们现在全图游击找僵尸。我发现我比较适合打游击啊。我如果守点的话，第一是没意思，第二个我守点反而打不了很高的分儿。哎，这是我特色啊，特色啊，这是我的特色，也就是说春哥特色。别哎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挺会玩，挺会玩。呦呦呦，慌了，我有点慌。哎，怎么还不能开啊？哎呦哎呦，有点慌啊，刚才有点慌。现在场上是有四只啊，四只包括母体在内。那我们去找他们？算了吧，别作死了。不行啊，不行，我不作死，我觉得那就不是我了。不作死那还叫春哥吗？走，哎，走着，走，我们搞母体去。哎呀，算了。啊，来肌肉男，来看，让我看一下你的拱二头肌。喂，啊、哦，被偷袭的啊，哎，被这个，好，没事儿。没事啊，不要紧，不咋的啊。来，我们悄悄的摸过来。哎，人呢 ？I'm here. OK. 这是哪？啊，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开阔的。走，那我们去。哎，我们从这上面躲一躲吧。从饼干上来啊。跳到这边。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很好守吧？从这边也可以直接过来，我记得啊。好吧。好，终极时刻来了，我们那就在这里等等着变英雄吧，别出去浪了，感觉要出事儿。喷个漆，好，变不变？变不变？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哎，变！哇，怎么他忽然就过来给了我一拳？幸好我有血清，不然我就装逼失败了。好，搞定啊，去，来群魔乱舞啊，群魔乱舞，来吃我大宝剑啊，大宝剑，哎，别跑。来，敢不敢正面刚一波？好，哎，现在主宰还剩下50分，看我怒，哎，不好，不是吧？这个13回合的这个主宰竟然才300多分，丢不丢人啊？丢不丢人？13回合你这都上不了4位数，啊，有粉丝表示，哎呀，4位数对我来说简直洒洒水，是吧？哎，随便一打就是3000分，啊，那我也是给你跪了啊。其实3000分、4000分这些也不是很高啊，这个高手在民间，经常见有人能打出来。啊，只能说比较一般。其实分这个想要把分打高，不在于你手点刷分。其实刷分的得到那个分，你不如多刀两个僵尸来的分快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我还是以后还是打游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倒霉蛋。好的，来 ，show me your muscle， 哎 ，show me your muscle， 来配合，打配合，哎。再来，哎呀，我去，醉了，可恶啊，这不应该啊，哎，你没子弹了吧？啊靠，我被这个 AR 15给整死了，我还是比较想用疾风起，来冤家路窄啊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刚看到他从这里了，哎，人呢？我刚才看到他在这里了，他走了吗？他应该是到，哎，我就知道从这里来啊！等等啊，我们技能还没有冷却啊！哎，你以为我看不见你吗？我靠，哪衣服啊？哪衣服？发现一只小难民啊！又发现一个，哎呀，什么东西？靠！去！啊！再一次被女鬼偷了菊花，那表示心情很糟糕啊！不行，打游击的最大的这个什么，就在于很容易被人偷袭。哇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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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太屌了。Hello, Hello, 哇，这是个挂机的啊。快变英雄了，但是我还是要，哇，这一个加速有点吓尿我。好，可以变，快变英雄了啊。你不知道我最烦你这种加速了吗？你只要一开加速，我一定要把你打死。哎呀，终于时刻了啊！哎，成功把他给哎，成功调戏了一下我们的小难民。OK， 我们变了啊，变了。榴弹吗？啊，榴弹吧。啊，榴弹没事，可以你放着，可以放着玩是吧？有。哇，我看绕不死你们啊，绕不死你们。
有，哇，被堵嘎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哎，刘大英雄最怕就是被这种就是堵住了啊，然后动不了。不过我们现在分数已经来到了490分，好，现在是12回合哈，那么下一回合呢就结束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期咱们就差不多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。咱们这一期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定义了这个啊，重新定义了这几个变异角色的这个外号，希望大家、啊，当然了，我不建议大家这个什么啊，外号这个东西啊，只是一个代名词。就像我之前我叫这个疾风体和啊，不是叫这个咆哮体和这个缠绕体叫胖子，这为什么不叫胖子啊？有粉丝表示，哎呀，春哥，你这不是对胖子的，对这个长得胖的人的歧视吗？其实我并没有歧视，但是你们既然觉得不好听，我们就换一个啊。那我估计起完这个绰号是吧？非洲难民什么，可能又有人说，哎，你这不是对非洲人民的这个歧视吗？啊，那我真是醉了啊，那我是醉了。那我们就把非洲两字去掉，那就叫难民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要太较真啊，这外号嘛，起外号本来就是玩这个开心的，是吧？你这认真了就不好了，是吧？我原来叫疾风体叫瘦子，叫这个咆哮体叫和那什么叫胖子啊？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对瘦子和胖子都有歧视，那我对什么没有歧视呢？是吧？哎，不要这么认真嘛。好，发现一只，哟，他有点慌，看没有？他有点慌了啊！你慌了你也得死，是吧？哟 ，check now， 哎 ，check now， 他非常机智的换一下角色。换角色也没有卵用啊！这个双持确实好用。哎呦，要！好，现在被，哎，怎么又是你？他有没有发现我每次都被这个女鬼啊，好像就是同一个女鬼啊，给偷屁股？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堵着我脑袋放榴弹，我很给我面子啊 ！Hello！ 哎呦，有！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吓尿了啊？还是在这里卖萌呢？哎，我这一局光这个刀挂机的就刀了不少啊，真开心！哎，所以说你打爆破，你如果来打爆破的时候挂机，那是坑队友；你打生化挂机，那简直就是造福队友，是吧？哎嘿，可以。哎呀，又被母体盯上了！我现在希望不要从我屁股后面出来一个女鬼啊！我现在烦死那个女鬼了。她开盾了，你以为你开盾我治不了你吗？啊，我还真治不了你了。又来了一个，我差不多了，走着。又来一个，哎，调戏一下，哎，调戏一下，好了，可以变了啊。但是啥呀？赶紧变吧。又，哇，我这尸体又出 bug 了，看没有？这尸体又挡着我的路了啊！哇，你都死了还不安稳，看没有？这应该是一个新 bug， 有粉丝告诉我，这是更新版本以后好像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我们也是呼吁官方呢。哎，赶紧修复一下这个 bug， 真的很烦。有的时候你走着，我靠，被尸体给挡住了啊！不是你这比如说你打游击的时候，你倒着躲避僵尸的追赶，结果你忽然被什么东西挡住了，你转身一看，我靠，竟然是一个尸体挡住你的去路，真是醉了。好了啊，这一局应该能赢。好了，那么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啊，这一打的也算是比较完美的一个结局吧啊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